个就是我之前健身的。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他的肌肉块好标准哦，一张脸感觉是彭于晏。哇！女嘉宾，我想说一下啊，现在的照片什么都可以 P。嗯。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呢？也不知道他本人现场是不是状态很 OK 的。哦，那我们不如就看一看吧。是要现场拍吗？现场拍吗？撩起来，撩起来。哇，一般般啊，一般般啊，我觉得。啊，哪有？一般般啊。哪儿呢？看不见。三号是故意拍的这么抖，这么糊，是不是？刚我们想要看他的腹肌，一直给我们看侧面，看不到正面。而且三号他都是这样拍，会把人拍得很矮，就只有1.2米。哎呀。